每天就感觉跟小朋友上课一样的，每天教他一点东西，教他一点东西，然后看他从一张白纸，然后慢慢你教的一些东西他都会了，你就会看着就会很有成就感，就是这样。开心结束，你就多给他一种鼓励嘛，就让他多得到认可，他就会比较喜欢你。鼓励他就是他经常做的一个小动作，他一要对了，你就立马抓他那个动作，就抓，就是让他一直都是在做对的，他就会很开心。